不是，我没看错吧？你们现在干活都这么溜了吗？这一个纯体力活怎么满满的技术含量啊？那话怎么说来着？开局一堆桶，运输全靠滚，我也是服了。还有你大兄弟，我承认你很优秀啊，但是麻烦你能不能严肃点，你这么随意搞得我都感觉我自己行了。你说成年人厉害就算了，这小孩子怎么还这么溜啊？他厉害在哪儿呢？不是右脚换左脚，关键是他还打着游戏呢。我的天，你这是一心几用了。小伙子，下届奥运会乒乓球项目你上，就用双截棍跟他们打，让着他们，你们随意，我们无敌。也是好的，注意看一下啊，我一连看了好几遍都没有看清楚他是怎么咻的一下把绳子套到牛鼻子上的。好一招隔空套牛，真是神来之笔啊，老年人也不甘示弱啊，两分钟的红绿灯就干巴巴的在这悬停站，回头率多高你们能想象吗？就旁边路过的大黄他都得停下来仰望一会儿。天空一声巨响，大爷闪亮登场，看到这位踩着平衡车跳出的大爷，我整个人都惊呆了，平衡车这么刁钻的用途是怎么发现的？我只能说太酷了。